效率太高了。有了它，我可以干一天。I can do this all day。太方便了。你感叹很久了，方便，而且包出来一个个都一模一样，工业化生产，失去灵魂了。小时候都知道包的手的是自己的，这一组来手包的啊，我来手包的，一起包吧，来吧，我试一试，都忘了，让人看到饺子的灵魂。当当，哇。可以啊，很像一个饺子。我这也还凑合吧。想了一下，但下一个应该可以。关键是过年的时候包饺子是一件全家都能够齐上阵的这个烹饪过程，感觉谁都能搭把手，能救救和馅啊，然后什么。最重要的不是饺子本身，重要的是那个氛围，是包饺子的过程。对，那个是那个时候的社交平台，没有吧？一种社交方式，生活方式。是的。